其实那个我们可以从来稿里面看到，现在台湾年轻一代创作者他如果写出来的东西是各式各样。我们像去年也是有几篇看到写一些金曲啊，这以为是大陆作者，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竟然猜不到那个年龄跟地域。去年就有这种，有一两个写的非常的那个传统戏曲，写的非常像中国大陆作者，就一开台得奖是一个20、30岁不到的女生，台湾的女学生，所以其实能够尝试的类别啊蛮多的，我是蛮鼓励大家试着写不同类型的。那这次选出来其实它有点特意的，全部都有得奖的，有历史类的，有名利类的，有写实类的，就是说还有音乐嘛，就是云南小提琴开始讲音乐，帕拉西想好有音乐的配乐，等等，就是说那个类型大胆的，不过音乐受限于年龄跟地域，不然香港那么大的话，哪个作品你有点看得出来？就是我觉得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，所以大胆一点跨出去，就像司改编他。蛮难写的，因为他怎么知道林小花怎么讲话，他怎么知道郑成功怎么讲话，就是说他